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佩奇的玩具。这辆是佩奇的小巴士。我们打开车盖，小猪佩奇要来开车了。小猫坎迪，快上车吧。吃饭用的桌子也带上。好啦，出发去野餐了。来到野餐地点了，小猪佩奇先下车，然后是坎迪下车。吃饭用的桌子别忘了拿哦。小巴士现在要去接其他客人了。佩奇过来吃饭吧，坎迪也过来一起吃。哇，他们吃得好快呀，肯定是饿坏了。佩奇还可以过来吃点披萨。坎迪也来吃点吧，刚刚没吃饱。这辆是佩奇用来灭火救人的消防车，车门是可以这样子打开的，车顶还有一个消防云梯。小猪佩奇已经穿好了消防服，准备出去了。首先把帽子放进去，然后打开车门，让佩奇来开车。小猪佩奇要出发去工作了。来到工作地点啦，赶紧让小猪佩奇下车。还有佩奇的消防帽子要戴稳了哦。搭好消防云梯，佩奇要去救乔治下来。乔治，佩奇姐姐来救你下去了。下来吧，乔治。好啦，乔治安全下来了，佩奇继续来开车吧。先把帽子放在车顶，打开这边的车门，让乔治上车。都坐好啦，我们回家去咯。